安早起，今日好。生命中的贵人：一、无条件力挺你的人；二、愿意为你分担分享的人；三、教导和提拨你的人；四、愿欣赏你长处的人；五、愿成为你榜样的人；六、为你遵守承诺的人；七、愿生你气的人；八、信任你的人；九、愿为你付出的人。